呀，这不是咱们的时尚小天王权志龙吗？近日他的一组最新造型照在网上曝光，瞬间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这造型简直就是上半身是总裁，下半身是嘻哈少年的完美结合啊。照片中权志龙上半身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西装，看起来十分正式，仿佛是要去参加什么重要的商务会议。但是当你把目光移到他的下半身时，哇塞，那简直就是另一番天地了。他竟然穿着一条黄色的裤衩，还搭配了一双色彩鲜艳的大红袜子，这搭配简直是色彩风暴啊，让人眼前一亮，完全无法忽视。话说回来，权志龙一直以来都是个敢于尝试敢于突破的人，他的每一次造型都能给大家带来惊喜，让人眼前一亮。这次他再次用自己的独特时尚品味向大家展示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时尚。权志龙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时尚的真谛，告诉我们时尚不仅仅是穿着好看得体，更是要敢于尝试敢于突破，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和魅力。